打一打来的。啊！你是上我家的是吧？我动你车，冲不冲？冲啊！来，慢慢。站着用力的。慢慢。出来出来不？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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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慢点慢点。 觉得重要的话都往外面抽哈，手往外面抽。慢慢来，打眼里面啊。打噻有打噻。插进去。不要不要插进来啊！插不进去，太小了。你这边干了，我这边过来。啊！插不进去。啊！这个甩不？好好好。 慢点！不要！先弄两手，不要弄两手！二送医院！我们每年大概有10来起吧，也就是那种5、6岁的小孩子，因为他好耍嘛，然后不小心把手啊、脚呀卡到那种电梯里面或者扶梯里面嘛。 所以说，我们还是在此，我们还是提醒广大父母，还是最好是坐那种扶梯啊、电梯的时候，还是把小孩子带到起，这样才能确保安全。